中央敬老金的发放，这攸关台北市政府整体财政的规划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设计，这必须要整体综合的评估。尤其对于台北市长者的照顾，除了敬老金以外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完善的长照制度以及长照的服务，这个也是我在立法院一直以来非常关心的议题。接下来也希望怎么样让我们的长照服务可以落实在社区的每个角落，我想这个我会持续来努力，好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安心终老。那接下来市政府他会提复议，我想这过程当中希望有更多充分理性的讨论跟沟通，那最后我们当然尊重议会最后的决定。议会是反映民意监督市政的地方，昨天我们议会已经做了决定，好通过了自治条例，当然市政府也有权利提出复议，那这段期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充分的讨论跟沟通，那最终尊重议会的决定。